Hello，Hi，晚上好，还没睡呢。嗨 等我呢，不是说了不要等我了吗？真的很，我会很晚，因为我刚刚才学完我生日的一个舞蹈，然后学完我生日的一个舞蹈，然后再练了一下佳恩的舞，然后所以就比较久。晚上好，嗨，谢谢蔚蓝的酒票，谢谢。怎么这么多人没睡啊？看看我在睡，看看宝贝在睡。那好吧。又是这个深夜时间，谢谢韩潮潮是温柔大姐姐的酒票，谢谢黄浦区成都北路的一票。我没让睡，我什么叫我没让睡，不敢睡啊，我让你们睡了，好吧？谢谢韩潮一票，谢谢那音乐酒票，谢谢波子腾腾腾的酒票。太多天没见到我了，也就一天没播吧。谢谢小林同学不姓陈的一票，美女早安可还行？谢谢九黎泡奶茶超快的一票，是什么？是什么病啊？但是祝你早日康复哦。都会好起来的哦，拍拍。一会儿还练吗？一会儿可能练一会儿会儿，然后睡觉吧，因为明天得早起录音，然后录完音再去剧场。可不可以听着直播睡觉？不可以哦。近期应该不睡了吧？近期我要做一个铁人，我要做个不需要睡眠的人。谢谢良辰不爱吃草的一票。然后等到16号那天晚上我会好好睡一觉的，放心，16号那天晚上我会好好睡一觉，然后第二天就会健康的出现。没有，没事，我会睡的。我现在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睡6个小时。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能每天睡够6个小时的。眼妆好亮，谢谢我见青山的酒票，谢谢。不辛苦啊，主要是怕翻车。祈祷。我生日公演那天能够顺顺利利的进行。最近大家都好忙好忙啊。谢谢 Safe 的奶茶。对啊。就是事情全部赶到最近了，就有点点难顶。还是会有压力吧，但是压力也是动力啊，友友们，谢谢碳酸饮料，拜拜的一票。确实，忙是好事儿啊，忙多好呀。球球，球球又哼唧哼唧了。晚安晚安，顶不住要睡的朋友快睡吧，我都说让你们早点睡了。
谢谢怎么总在磕安坏的奶茶。今年好像就从4月份开始吧，确实都挺忙的。哦，我也想吃夜宵，谢谢灿灿的一票。我想给自己点个白粥喝一喝，因为我觉得我嗓子它好像就是说，好担心我的扁桃体。那我先去点个外卖好不好？我点一个白粥。嗨，我回来了，别打了。我还是没有点白粥，我点了一个小馄饨。那你们想要打牌，你继续，我看你们打牌，我不说话了。谢谢 PPD 7AT34A8点点点投的一票，谢谢你。怎么突然这么多微信啊？让我看一眼啊。谢谢七进头纹染水草的一票。哇哦，是帮我拍 PV 的老师，好像已经剪好了第一版的 PV 发给我了，再看一眼啊。谢谢勇敢的耗子奶茶，呜呼！等一会儿我就可以先你们一步看这个 PV 了。准备什么时候剧透？我没说要剧透啊。这个老师是很效率，确实他真的好效率，而且他之后好像别的工作，对，所以他就。因为我这个要的很急，所以他就先给我剪了。这个老师真是个好人啊，为他鼓掌。我没说要剧透啊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剧透啦？才不呢！太漂亮了，这个人味，太贵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晕，哎，我晕，一秒都别眨啊！到时候看这个 PV， 一秒都不要眨。谁啥谁是小狗，拿两个牙签搁这撑着看。谢谢真小淡色的酒票，谢谢你。我小时候真的，因为我这个人睡觉这第一名这个称号从小到大，谢谢小 B 仔谢谢小 B 的一票，谢谢你。你们的 ID 能不能文明一点？谢谢一直路过的塔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谢谢 Surf 的99票，谢谢在西北后啊不对九票啊八票啊几票来着啊九票，谢谢你，谢谢在西北，在什么来着？在西北喝风心满意足的。在西北喝风心满意足的糯米狗投9票，谢谢你。我没慌啊，我就是这个 ID， 就是你 ID 取这么长什么意思啊？我一点都不慌。今天我被放鸽子啦，是谁？
谢谢韩潮潮是温柔大姐姐的九票。哦，对，刚刚有个在路过的塔送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今天公演真的很开心一样的快乐。谢谢抱着松子咯吱咯吱的点点点的一票，谢谢韩潮潮的一票。哦，对，是昨天，是谁放我鸽子？我今天多漂亮呀，你竟然放我鸽子，你会后悔的，因为我下一次就不会穿这么漂亮了。谢谢糯米狗的99票，够短了够短了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我看到你的 ID 改短了之后的快乐，谢谢你哦。下次我再看到钻瓜会我就穿一身 T 恤去。谢谢一等 NC 的平方的一票，然后发现是另外一个人，然后这个人就很无辜的被伤害到了。谢谢木棉奖的一票，而且今天我是到了剧场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有钻瓜，你们知道吗？还好，因为今天我本来出门有点急，然后我就打算随便套了一个条纹 T 恤，就配上一个短裤就打算出门了。后来想想看，不行，每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我都要很精致，所以我就换了一身打扮哦。好想开就开啊。我在嘉兴路267号等着大家来开钻瓜会。对啊，这少女偶像的觉悟啊，友友们不得不说。谢谢江小屁的一票。友友们，我的这个 PV 好像来了，让我来看一眼啊，你们等我有4分钟吗？反正你们等。唉，他还没传过来，没事了，等会再看吧。等一会我把直播关了，好好的欣赏一下。哎，没有4分钟，是我刚刚嘴瓢了，真没4分钟，因为这首歌是短版，真没4分钟。谢谢 Seth 的一票，能不能一起看？不能哦。一起看的话，生日你们看什么呢？能不能告诉你们什么歌？不能哦。这么晚还这么精神，那。谢谢爱开火锅的打火车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今天我给宋茜助演那个玫瑰少年正式演出的时候，是我跳过最好的一半的快乐，因为我排练的时候老是跳错，紧张死我。谢谢子夜夏天的奶茶。我刚刚说到一半的话题是什么啊？请问，谢谢中卫绝音谷的奶茶。哦，对，才不是剧透呢！你们大把我当成傻子了吗？哦，我看到有人说，为什么你这么晚还这么精神？那不然的话，我直播睡觉，你们自己自娱自乐吧，我睡一会儿。晚安。所以暂时将啊，谢谢怎么有人在我闭眼的时候投票啊？谢谢江小屁的9票，你怎么背着我偷偷的投票啊？要是我眼睛没睁开没看到怎么办啊？不是骂，我是担心你们投票我没看到，这样多不好呀。哇，今天三角函数场公演可真是惊心动魄，我在上场前就在这个 overture 前接到了通知，让我替一下宋欣冉的前两首歌，我人很迷茫。啊，杨幂太甜了投了99票，我咋没看到呢？国王的投票吗？
迷茫，但是迷茫了过后还是要就硬上。啥时候学的站位？没学站位啊，没发现我跳的是自己站位吗？只是唱了他的分词。对，就硬跳，就硬被安慰。对，2024也是，因为他去换衣服，2024生日完嘛，就来不及换衣服，然后我也是硬跳，隔着硬跳，硬演。本来是要举我的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，我被举的话，那谁来举我呢？因为我也是举人的人。然后他们当时就跑圈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举不举，举不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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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子。不知道为什么都问我。就你们知道吧，就这三个函数这种公演市场，自由度很高，然后很多小细节很多的公演，我觉得这种公演我仿佛在，就是它像，它倒不是像公演，它像是舞台剧。是挺好玩，但是就是会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。对，有那么一点点费脑子，想看我被举高高，想着吧。谢谢海上富文，重度爱塔板豆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今天不用被举高高一样快乐。因为我们不能16人和 unit 切换，然后就有很多人会说。说就是说三角函数，它有其实确实三角函数这套公演有一个点，就是他们每一场的那个剧情什么不一样，然后歌曲顺序也不一样，巴拉巴拉。但是我们不能换呀，公司不给我们换呀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也想换的，但是不给呀，别骂了，别骂了。生日前还染头吗？我不确定生日前有没有时间去染头，说实话，真是不确定。有的话还是想去染一个的，但是现在这个发色好像也还行，但是我觉得再洗一次可能会掉得更黄，我就不喜欢。我不喜欢黄头发，黄头发会显得我整个人看起来不精神。现在是挺好看，今天他们还在说呢，说你这个头发是染的还是掉的，我说是掉的。然后他们说真好看，我说啊，真的吗？什么时候可以互相换换 unit 啊？我生日那天会跳，露出了卖关子的笑容，你们猜？除了不锈钢，还有一个不锈钢，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吗？真的吗？好，我做嘴型了。猜出来了吗？啦，到时候就知道了嘛。因为那天刚好林姐不在，然后我就申请了一下，想生日公演嘛，大家可以多看一点我，就申请了一下，贴心吧？啊，我真是个贴心的宝贝，啊，为自己感到感动。繁体字会看得吃力吗？不会啊，你们不觉得就是说，我们中国的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天赋，就是可以自由的切换繁体字、简体字。
看得懂写不来啊，确实。那确实，只是看得懂，看得懂就够了。你都能看得懂繁体字，那就不能让用繁体字的人看一看简体字吗？人与人之间相处要平等一些，知道吗？懂？退学身份证还在我这，每次说要来拿都不记得，然后我也就忘了，他就一直放在我这儿。我要是个坏人，我就拿他身份证去干坏事儿。哥，你今天是临场发挥词吗？怎么说呢？就那个《盛夏好声音》，就是确实蛮临时的，确实是蛮临时的。然后上台了之后，一切都乱了。台下也是有排了，但上台之后一切都乱了。然后对，然后就临场发挥了一些，没看懂。其实我自己也没演懂。就没懂我整那么一出是为了啥，宋茜太过分了，太过分啦！我的生日公演我会报复回来的。对，外卖的小馄饨很快，谢谢小九的奶茶。哎？你们就是说生日公演，你们现在应该陆续都知道我的助演了吧？不知道，等我剧透，那必然不会剧透啦，嘿嘿嘿嘿嘿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虽然我有点焦虑吧，我现在每天就是处于一种我的生日公演好烂，哎，我生日公演还不错，我生日公演好烂，哎，我生日公演还不错的这种焦虑当中。谢谢 LLZZ 的奶茶。就是觉得很无聊，然后又但是过一会儿吧，我又觉得哎好像还可以。哎，我有点想吐。好了，我要下播了，因为我现在突然有点想吐。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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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